生活美学运用在生活当中，在家中都可以变成美术馆。赖唐瑶老师运用了生活当中衣食住行，处处生活美学，堪称生活美学达人。这一次他运用了淤泥创作，主要目的他发现淤泥是我们大家无限制的欲望造成的灾难，所以在桃园每次台风来的时候就会缺水，整个月都没水，所以他把淤泥拿来作为创作的原料。是我一直在关心环境土地哈，事实上我一直觉得，就是说我们人类哈，若是没有觉醒的话哈，我们的欲望哈是无限制的，一直扩充，而且无限制的在泛浪费。所以啊，这个淤泥也是我们大家哈有情众生共同所创造出来的哈灾难。所以啊，艺术家当然会去想说，我们也不能置身以外啊，所以我艺术家能做的就是把它变成可用的，或者说它不会变成是第二次的灾难，所以我把它做一些研究来利用所以会用淤泥在做这样的一个材料。因为我们台东非常适合这种原味的美学、极简的美学，用朴素的美哈。那么像他用。水果所做的这些糖果醋，像苹果啦、梨子醋等等哈。那你看看今天在会场，他我们这些茶点，他都非常环保的，竹签、竹筷，用他自己做的陶碗来做食器。我想生活美学就在我们生活之中，食衣住行都可以来实践哈。那么这次特别他做了一系列的祈福的作品，因为他也是一个人道的一个关怀者。他用八八雪灾的淤泥哈，就是把这些污泥呢，跟一些陶土来结合，那么做了888个罗汉的作品来祈福哈。那么他另外也做了很多以陶俑为系列的这些作品，认为我们台湾的一个生态环保环境需要我们去保护它。那么从作品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它的一种生活的美，怎么样把艺术用到生活之上，怎么样把艺术生活化、生活艺术化，这也是我们想推动的一个理想。也运用了淤泥创作了888尊的祈福娃娃，他这一次带来了300件在台东展示，也象征破坏之后所带来的重生以及新生机。这一次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所展出来的作品，几乎是把三峡白鸡山庄里的作品呈现给台东人的面前。大家会发现唐瑶老师的作品俑，它是一种生命的开始，一种重生，是具有生命力的象征。唐瑶老师的陶俑作品使用低温烧制900度，瓦斯用量减半，而达到节能减碳的效益，但烧出来的作品颜色都为砖红色，也利用了熏烧法使表面颜色产生变化。在自然界的蝶俑造型颜色相当绚丽，有的甚至穿金戴银，光彩夺目。为了仿拟蝶俑的丰富亮丽色彩，唐瑶在作品当中贴上了色箔以及金箔，以达到蝶的形色防御与伪装的效果。今天不是主人，但是我一来我就发觉哈，这个怎么把这边破坏得这么完美哦？因为你看屋顶都掀翻了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生活美学馆把自己的一楼想改建成二楼的企图哦，破坏得非常漂亮，尤其我看到后面那几个泥人哦，好感动，因为那个力量在泥土里面展现，所以拜托就是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哦，这次的展览是一个开始，但是不是结束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感动，我们把它传给所有的人，然后我们从爸爸的一个泥土的力量当中，我们重新再生哦。这一阵子来台东有好多好多的力量哦，所以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关心的好朋友，也希望大家多多认购一些产品，让我们的艺术的力量能够发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，每一个人的生活上。祝福平安、健康、喜乐，谢谢。在生活当中，唐瑶老师值得一提的是，
所有盛装美食的器皿就是就地取材，使用当地的天然竹子、竹枝、椰子壳、槟榔叶等，做成各式的叉子、用具、器皿，展现出生活艺术的伎俩与创意。事实上，就是说艺术生活化本身它不是那么困难的，而且我们在推家家就是一个家庭美术馆，本身其实垂手可得的都是艺术生活化的一些过程而已，它不是非常的困难的事情，这也是我在关心生态环境一贯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说我是要如说而行，我不是说一件。然后做的是另外一件，这样对我自己的内在是冲突的，所以会很自然的就会利用周边的环境的一些材料来生活。当然，这个东西在我们来说，家庭美术馆来说是很平常的事，哈。但我们希望就是这么平常的事，是可以让大家都可以看了以后被感动以后去使用啊，就是他的东西啊，也是他的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样哎。这次展期到9月13号。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来一趟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。